式的来启动仪式。各位贵宾呢，手上呢，它都代表着台湾铁路的火车牌。然后呢，前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启动台。这个启动台呢，我想台铁130周年，我问一下现场的朋友好了，没搭过台铁的，没搭过的请举手。没有嘛？你看，还真的有人举手啊！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没搭过台铁啊？我今天马上请你搭一下。好，我想呢，台铁的确是我们生活当中共同的记忆哦。我们就一起来倒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呢，象征着我们今年的台铁130周年暨铁路节庆祝活动要正式的一个启动了。来，预备备，我们从五开始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倒数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各位贵宾，请启动。我们现在呢，台铁130周年暨铁路节庆祝活动正式启动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个历史性的画面，我们的几位明星要不要往前一点点？我们先拍照合影留念一下，我后面这几个明星了。这几个铁路明星，来，各位，你们说台铁130周年，赞不赞？赞！我们两个赞好不好？两只手一起赞！哎呀，我因为我觉得130周年。